孩近年在 CG 领域表现相当亮眼，平时他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大方展现性感火辣身材。而近期米可白迎来37岁生日，他也在 IG 秀出自己的第一件红色上衣。照片中米可白穿上红色细肩带背心，搭配牛仔外套，露出令人惊叹的好身材，乍看之下完全不像是37岁。而米可白也开心地表示：“我的第一件红色上衣，今天走帅帅风。”文章一抛出后，也让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：“明明是性感风，为什么可以这么正？真的又帅又美啊！”甚至有网友嘴甜地说：“28岁生日快乐啦！”Bye.